你看到数学就望之却步了吗？来玩玩看这款结合数学的益智游戏 Puzzle and Math， 说不定不小心就会爱上数学咯。游戏的画面由一个个有着数学及数学符号的方块所组成，玩家的目的就是用拖移的方式连出所有正确的算式。游戏的规则虽然简单，不过随着关卡的推进，难度也会越来越高，有时还需要跳脱原本习惯的思考模式才能够找出正确的算式。即使顺利连成大部分的算式之后，可能会发现剩下的方块组不成合理的算式，这时就要整个全部重新思考，相当适合爱动脑的玩家哦。